坐高铁，我们要去看。要买票了。车站的模型。我们要买票了。我们要买票，今天不买票。哦，那它有 K 道或是 L 道吗？然后就听得懂这两种。对，他觉得很烂，但是旁边的大哥就笑出来。因为讲的是大哥的歌，阿伯会懂。迷路了。对啊。幸福企业。那陈俊超爆像那个摊位的人，摊位的师姐啊，不是摊位的专员，我要跟他介绍一些那个书。那我们现在啊，这一套现在很好买，反正还送你两本，三本，三本五十六。我们现在其实都还做很好。